那如果自己行，可以带别的人吗？比如说师妹啊，亚涵，亚涵啊，对啊，你要带两个哦。你真心喜欢吗？毕竟我每次 po 文，他都有按赞，只是按赞，按赞对我来说很重要，这个人一定喜欢我。我想太多，难怪你没有按过我赞。上路了，上路了。也是我们五个人一车哎，对啊，刚刚好，真的，我们其实可以不用照他们的路线走，我们可以，其实我们可以回台北，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方向跟规划，可以回台北，我们有自己的，我们直接拿这个篝火回台北，然后拍一集给他们。都会在韩国有这种校外旅行吗？去济州岛，韩国去，对，济州岛还是游乐园，乐天世界。对，看到很多学生。可以，其实跟我们差不多，对不对？去游乐园，或者去像我们去垦丁。那日本，日本国小就去北海道，哦，比较近嘛。对，然后国中就去东京，然后高中才去大阪这样。青森是可以玩的地方吗？青森是可以，丰田的故乡。有苹果，对，还有 Apple， 还有苹果，青苹果，还有青苹果。那边有很多苹果，是不是？对，很多种。不知道，我就不知道啊。几百种苹果，真的哦。真的，哎，我们五个都是 I 人呢，真的吗？哦，五个都是 I 人，五个都是 I 人，跟我们聚在一起很舒服啊。对啊。哎，玉林哥会不会是 E 人？他一定是 E 的。哎，感觉我们可以几个可以一起出国玩。好，晚上怎么分配？就是男生一间，女生一间啊。哦，对，跟我想的一样。这样想的吗？对吧？对啊，你是这样想的。当然啦，希望我们那个，比如说有个特定，比如说周年还怎么？对。那如果自己行，可以带别的人吗？比如说师妹啊，亚涵，亚涵啊，对啊，你要带两个。这么多，一次带两个，越多越热闹啊。你真心。喜欢吗？偷偷问一下，来了，我想这种密闭空间会讲实话。这个是秘密，我们五个知道就好。只有这个知道，这个知道，这个知道，还有后面这个知道跟这个知道。秘密。最近我每次 po 文，他都有按赞。亚涵吗？亚涵，只是按赞。按赞对我来说很重要。都会在笑你。这个人一定喜欢我。我想太多。所以按赞会被男生误会。难怪你没有按过我赞。有啦，偶尔。很偶尔。啦，没关系，慢慢来，不急不急。我们快录完了哎。大家最期待的兰跟立冬啊。啊？你们到底？我们本人都在这里。对啊，你们到底要不要在一起啊？好感度现在几？打躲避球。好感度哦，我记得我在大巴上讲过。负82%。我觉得这个都才是关腔的。这不关腔。因为有时候你的表情真的是会有粉红泡泡。天气热啊，对不对？从今天开始主持这段都很无聊。拍着，我的错。不会啊，我应该尽力。我觉得无聊有无聊的有趣啊，因为我自己就是笑得很开心。他是无聊的很好笑，我觉得很好笑。我觉得你表现得很好，真的。你这么称赞我，我会。他又喜欢你，他爱你，是不是喜欢我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你是不是对我有好感？跟上他哟，我们大家都是好朋友，对，一辈子的好朋友。